痴情女神左青龙藤原 Kira，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名网红，当然你要相信三七探影介绍的都不是毫无来由，给出的详细资料请自行把握。此女名藤原 Kira， 又名小爆炸，唯一遗憾的是真名我们暂时未查到，但此女脾气火爆，大胆迷人，出生日期1994年9月6日，网络一般介绍身高176公分，实际身高168公分，体重在她刚成名时48公斤，最近可能压力大，而且她其实很少运动，所以现在53公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不运动 style 也能保持到这么好，只能说天生丽质。很多人知道藤原 Kira 大概是从两条途径，其一是微博，她以前微博名叫藤原 Kira， 后来改名叫我觉得我是小宝贝，现在微博名叫人间小爆炸。其实小爆炸一直是他在很多地方包括生活中的昵称，其二主要是 Telegram， 在 Telegram 上有一组他的 GIF 图片，另外他的 Instagram 名叫 Kira Kira， 他的 IG 名字也变过好几次，以前叫藤原 Kira Band Band Kira， 后来有一段时间叫玉城启梦 Kira， 现在叫 Kira Kira。 有些人冒充他没有 Facebook 和 Twitter， 陆续改名以来，他删除了部分比较过火的照片，同时他以前做过直播，最近出名了，暂时没有再进行直播。藤原 Kira 从2019年6月份左右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，在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炒得火热，他最大的标志便是左臂上的青龙刺青，客观地说这个花臂比较有美感，中间的是十字架和米开朗基罗创世纪，右边以及其他地方纹的什么我不太懂，而且他这个是真刺青还是贴纸，恕我在此方面道行太浅，难以分辨。不过藤原 Kira 面容姣好，眼神充满魔性，脖子长，身材好，经过我多方核查，总体来说比诸多抖音快手各类直播的上面的后女性打眼怪要强很多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关注。藤原 Kira 目前主要在广州，他和另一个网红方恰拉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小三大战。藤原 Kira 2017年和2018年在直播的同时，还在广州 XH5 云朵鞋店做过模特，那个时候的他看着还稍微有点嫩，而且从当时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充满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，在这儿感受一下两年前的他。大家好，我是爆炸。但经过这两年的洗涤，目前藤原 Kira 已练就了迷人电影，加上各种风格大胆的 pose， 收获了大量粉丝，并获封第一刺青女神称号。这便是藤原 Kira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最后，订阅是最好的遇见。